I love him. I loved him with all my heart. And I tried the best I could to make a deeply broken relationship. 安伯赫德日前受邀上节目，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深爱着前夫强尼戴普，只不过楚楚可怜的形象却不被民众买单，更被爆料多次婚内出轨。仔细看，只见安伯一踏进电梯，单手勾着对方脖子开始忘情热吻，而这名女性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超模卡拉迪勒芬尼。安伯赫德和卡拉迪勒芬尼绯闻早在过去就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但当时一直没有同框画面，这次影片流出，冲击性证据震撼外界。据了解，影片拍摄时间是2016年，安伯赫德当时仍尚未离婚，而安伯则是大方承认有与马斯克约会过，两人也曾在电梯中依偎互拥，甚至就连詹姆士法兰科也被拍到出入豪宅的身影。毁灭性证据连环爆，重挫安伯形象，加上输掉官司的天价赔偿金让他根本负担不起。据传他打算出书惊爆内幕，想继续指控强尼戴普，换个方式靠版税筹措赔偿金。在新闻黄春瑜报道。